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，这会儿要去摘猕猴桃。有一个朋友，他说让我给他摘一些没有包装的猕猴桃过去，还有就是要帮大家去发猕猴桃。好多朋友问我，猕猴桃有没有送肉肉？为什么？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一次猕猴桃没有送多肉，因为它那个格子就不好放多肉，放进去不合适。然后我就让他们直接是多放了一个那个猕猴桃在里面，相当于虽然没有送多肉，但是有送大家一个猕猴桃，因为它放满的话怎么样都超重，我一箱还多给人家，就是那啥，多给人家就是还出的钱，因为之前有空格嘛，有空格，我说有空格人家送人都不好看哈，必须给我放满，我少挣一点都没有关系。这会儿我们先去摘猕猴桃，去摘猕猴桃嘞。趁着马上要中秋节了嘛，好多朋友就说放在那个时候正吃。还在那个山上去了，走到山顶顶就对了，就是晚上开车那晚上下山了啊，全部黑黢黢的，看都看不清楚，走到山上来。好香！我跟你说，你也是看到成功，你也是看到好成功，像这种就特大个，你看这几个太大，超大，特大个了吧？这种就是。我拿点秤秤个。不能放，不能放太轻。这个就是特大个，特大个就是。20个，两层，一层只有10个。要几箱？两箱太大了。两箱。装个它的黄都得行了。再做一个。